Hello， 密度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XPON 的刘冠佑。10月27日是国际熊猫日，锁定密度视频、民国音乐、密度圈圈、中国移动五百合，和我一起观看直播，当熊猫饲养员是什么体验？让我们一起关爱大熊猫，关爱濒临野生动物，保护蓝色地球。